怎么每天都喊累，听了都疲惫，哦好累。我要听到全唱。都几点了还没睡，应急继续睡，哦好累。再一次。手机不舍得关掉，发个线动也好，反正有人看就不会感觉无聊。好累，那么累，又不能怪谁。我是一首歌，带你潜进深海里。我把我的秘密借给你，一些孤独的自言自语。但我好奇一个点，就是因为我们这次那个票的那个入场方式不是照序号牌吗？可是为什么你们每次都那么早到啊？你什么？你抢到的？我说 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不是六点开鸡同鸭讲吗？还在那边自以为有对到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是六点才开唱吗？然后我想说，我中午来彩排应该会没有人，结果中午来就已经有人了。为什么会那么要那么早来？那个妹子心态是什么？哦，要听彩排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，我们什么几首歌都要故意唱小声一点。有很矮的女人在后，女人站在后面看不太到了吗？没有，我都还能看得到你们呢。抱歉抱歉，矮子们。他们都说想要办一场那个有椅子的，就是有坐席的，这样我们赚不到多少钱一些，我们就是要赚钱的，矮子们，我这样可以吗？这样，还是矮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这里哪有升降台啊？好，如果。以后到有比较高级一点的场合，大家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。那我们现在今天还是在这边，想太远好不好？想太远，真的再说，好不好？北流是不是？北流我的票今天才卖完，北流我敢开，我投给你。刚刚这个和音版从此没有了，从此没有，再唱一次。不要，大家都知道我的飞翔是柯柯写的嘛，然后当初我在收到这个 demo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不要唱了。
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听到他的 demo 真的好好听，然后我就有点没有自信敢拿下这首歌。不会，会，真的会。哎，我真的那个专那个单曲发行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打开听你唱的时候，有起鸡皮疙瘩。谢谢。那时候是冬天吗？还是？太冷。我跟你讲，下次有机会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再来合作，再来唱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，拜托。哎，我们就是来，就是圆那个你那个梦境里面。对，因为我有梦到他，不是春梦，不是春梦，是梦到他歌词。会不会太 heavy？ 会不会太 heavy？ 不会。其实我也梦过你一次。屁，春梦，春梦。我谁要梦你春梦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我也还 OK 好不好？我现在二头肌也是有哎哦。我也有腹肌啊。我也有。好，那你梦到什么了？好像就出去玩吧。出去玩啊、哦？就是简单的梦境这样子。你看他们都，你们是不是有梦过违禁？哎、欸，他们梦很多春梦的，你不要问。他们真的是梦春梦的。不想知道了，不想知道。他们不想知道。